那你在干嘛？写功课啊。啊，现在写功课都用电脑？对啊，写功课本来就是用电脑。啊，以前我们都用手写，啊，现在都用电脑。哎呀，时代不一样了啦。哦，好吧。爸比带我们去上学。哎呀，还要带你们去哦！以前我们都自己走路上课呢。妈妈，我们等一下逛完百货公司要去哪里？那就在百货公司吃个东西吧。好。妈咪，我要穿什么鞋子？不然再穿好了。妈咪，那我呢？要不然你穿那双好了。还要是要出门了没呢？挑鞋子挑半个小时，以前哈，我们一双鞋子都穿十几年呢。爸爸，时代不一样了，好吗？快！好快呀！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影片呢。以前哈，我们看影片哈，都只能看那个八点档，如果时间错过就没得看。爸爸，时代不一样了，好吗？那你也在看了。爸，我觉得我想吃芒果，帮我切。哎呦，以前哦，我们芒果拿起要直接啃的，还要切哦。爸比帮我们切啦。妈咪，你好吃哦。对啊，我也是小朋友啊。哦，好哦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是基础那一种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来跳，我们来跳。啊，跳那什么花朵舞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以前我最流行花朵舞是这个。我我我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要要要你。三三三，花朵舞，花朵舞，花朵舞，来跳一下。跳一下，花朵舞，花朵舞。